你手上有拿着酒吗？邱教官你好，请问今天的天气是可以玩乐气球吗？哦，明天可以。OK， 好。哎，外面好冷哎，真的。我刚刚上去，我以为是说原本男生的那一间，结果我一进去打开，傻眼，乱的，还是三张床，而且所有乱七八糟。哎，怎么样？干净吗？三楼干净的。吓我一跳。OK。我觉得我明天安排的活动很刺激。明天？你知道刺激点在哪里吗？哪里？应该五点半就要开始。早上五点半？刺不刺激？惊不惊喜？为什么？冒不冒险？热气球啊。因为比较安全。天啊，五点半了，我们今天不能玩了。五点半太早了，而且我们要赶飞机。三点就。对啊，去玩的话，那个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控制。你不就更不行？我完全是不行。真的，好像你们明天都不做。我没办法去啊，他要回去工作。我一定是早上五点半的。哦，你是早上？我是十点，早上十点的工作。哎，那我等一下那我就那你送我们去，送我们去之后，然后你坐热气球，回台北。还是你们其他什么都回去好了。我们也坐热气球回台北好了，省机票。我们可能在台中要先停假，没有油了。哎，但是火是不是？对，火，我真不敢做，真心不骗。好吧，那我们带小男生去。店长，因为刚刚那个热气球比较复杂，所以需要有人去先行前听一下，一半的人要去，还是让他们等下顺路回来的时候，外面那四个可以去听一下。好啊。车载了，先接待客人。我们赢完就。请他到客厅去，餐厅去做吃杯咖啡。怎么那么贱？我来自己一个人来。你手上有拿着酒吗？他说我是星星啊，他是星星来，应该是一只星星吧？我知道星星，我帮你拿嘛。你不要跟我说没客人，客人超小的，还好。你应该没有带什么宠物吧？你没有带，我没有带宠物，宠物应该是这个完了我会变宠物，可以吗？哇，好漂亮！是你有用放心啊？你真的要拿吗？我来很重，你是客人哎，对，所以我们你没有拿大行李，我们已经觉得很安慰。因为你住在三楼，就是那个不吃牛肉生鲑鱼，是。然后想要做疯狂，你对椰子有过敏人？那我等下马上帮你安排了一个刺激的活动，有疯狂的活动。哇哦！我没有那个，我很后悔你写了这些条件。11点半你就有即将疯狂的活动可以。对。